各位民警火拍的网友，大家好！现在是美东时间2018年1月17号晚上8点25分，北京时间呢是这个1月18号啊早上9点25分。我们民警专访栏目呢又给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他为何那么蹊跷的人间蒸发了？那么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中国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琴女士。下面呢，我们这个请导播把这个徐琴女士接进来。徐女士，你好。你好，邱老师，你好。徐琴你好。那么我们刚刚了解到呢，你关注这个中国老，号称中国老牌政治犯秦永敏先生，他的夫人赵树立女士这个失踪案件已经关注了很久了。那我想请问，这个赵树立女士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踪的？很多网友说呢，是人间蒸发了。他是2015年1月19日从家里被这个便衣带走的。当时有外面有2部车子，是有人在外面看到的。他的嫂子也证实这个情况，邻居也有证实这个情况。那么，在我们谈这个案子之前呢，您特别强调了一个证据，就是说这个赵树立女士她签署了秦敏先生逮捕的通知书。这个我从这个证据本身我看不出，里面到底有什么内在的一些这个东西。我想请你给我们解释解释，你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赵树立女士她签署的秦永敏先生被逮捕的这个通知书，这个证据有什么门道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因为这个证书、这个通知书是给家属的，我看到的是一个副本，就是应该是附在秦永敏案卷的里面的一个附卷。那上面没有送达地址，时间是2015年5月8号9点43分。您想想，这个。他失踪的时间是2015年1月19日，而这个通知书是送达时间应该是2015年5月这个8号。那么出了这么长的时间，人去公安局却知道他的下落，是知道他的下落的，是吧？而且上面有他的签字，这个签字是不是赵树立的真实签字，我们不得而知。因为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赵树立在失踪之前，秦永敏被抓，行政拘留10天，他发出了信息，就是说，他在跟赵树立跟秦永敏一起给抓走的时候，他的钥匙被他们强行拿走，拿走之后，他的家里面被翻了，东西给拿走了，丢失的还有他的3本笔记本，那记本，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要造假他的名字，这个签字是很有可能的，所以说，而且我们为这个5月8号的这个家属通知书，进行了行政这个政府信息公开，是我亲自写的要求的，然后呢不给答复。不给答复之后，我又刑事起诉，行政起诉也遭到了这个多次非难。非难之后，他们居然在不开庭的情况下驳回了我的起诉，这就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现实的东西。但是呢，我们一直没有录到人为的。这个虽然家属他们在把我和家属强行分开，把我非法的这个绑架驱逐，但是呢，他们单独跟家属许诺说赵树立在他们手上是中央管的案子，是这个秦永明，但是家属没有办法录取证据，所以说一直就拖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被强迫失踪就是武汉市公安局干的。但是我们没有
更有力的证据来证明。今天我2017年12月29日，我获取了这个证据，所以说我要今天是三月，今天是这个1月18号，2018年1月18号是赵书立失踪整整三年，所以说我要在这一天的时间进行曝光。哦，赵书立女士就是是这个2015年1月18号失踪的，那么到今天为止正好是这个3周年。对，那因此就是说你选择这个今天作为这个曝光赵书立女士失踪啊，这是个日期，实际上是有这个比较特殊的纪念意义。对，一个特殊的纪念意义。第二个呢是，我得到这个证据之后拖了这么长时间，就是十几天嘛，20天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被恐吓，被诽谤，被大肆的诽谤和恐吓。我自己也在武汉受了伤。这都是原因之一，因为我要这个将计就计，把自己打扮成已经卷入了这个诽谤的案中，就是我已经消沉了，放弃了，为了保护证据，目的就是为了保护证据，为了等待这一天的曝光。嗯，那么您刚刚提到为了保护证据，为了这个等今天，也就是说赵淑丽女士3周年。这么一个这个恰当的时刻进行曝光，你受到了这个恐吓，也受到了这个诽谤，还受到别人的殴打。那么你能不能给我们这个简要的介绍一下，你都受到了哪些恐吓，哪些诽谤，以及呢，这个是什么人殴打过你，使你这个身体致伤呢？当时殴打的时候是在这个。29号，就是12月29号，和邓刚他们，就是邓刚是国宝，是去武汉市青山区国宝，在公安局，在青山区公安局，这个信访办的会议室，和家属与我正式谈话的那个里面的内容是，就是说已经正式情容赵淑丽是。市公安局手上，在他们手上，是因为秦永敏的案子没有结束，他在里面反复的强调这一点。这个我获取了证据之后，刚刚出门就被这个强行的绑架。我们当时被绑架的有10个人，就是全国各地公民去这个和我一起去要求这个青山区公安局给赵淑丽的一个真相。生死真相，然后绑架了之后，我在半路上，因为赵淑丽，因为我很低调，那个时候很低调，我开始是呼喊的，我说你们不要抓人，这个把人放了，但是后来他们还是动手抓了，所以说我因为证据在手上，我低调之后，赵淑丽因为赵淑丽的家人也被另外被绑架被驱逐。他们不放心我，又回到了武昌，在武昌火车站等我，就是给我发了信息，先打了电话，我摁掉了，然后发了信息，可能这个信息远程他们监控到了，因为我是24小时被监控的，然后他们就指示这个绑架了人员，就是这是黑社会的人，然后调过来就抢我的手机，把我。按倒，然后受了伤，我当时是认为是可能是无意之中，只是为了抢手机。但是后来听到他们在外面的交流，说，你们是你们要我们下手的，要我们这个教训他的，你们现在又怪我们呀？那然后那个可能是他这个叫曲幼平的，这个跟是青山区公安局负责人说，哎，你别说。怕我听到，其实我已经听到了，但是这个证据没有录下来，是这个情况。你刚才提到那个跟武汉市的这个国宝邓刚啊，这个进行这个交涉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你给我们，你为了保存这个证据，并且呢也把这个视频证据呢，想给大家这个分享一下。那么下面呢，我想这个请导播把这个你给武汉市这个国宝邓刚交涉的证据，一共呢有2个片段。
我们呢先播放一下第一个片段，播放完以后呢，你跟大家解释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下面我们请导播把第一个视频给大家播放一下，这是那个学校的事情。因为我们因为一个部门的案子，比如说你调查一个案子，你是桥口公安分局的，你调查一个案子，你如果侵犯公安分局民事假的这个情况，你觉得合不合适呢？就我举个比喻的话，依法呀，要依法呀，你们公安局做事也有依法呀，他调查一个案子，他你不能把他人失踪了跟家属不联系呀。我说的部门，你看涉及到不同的部门，他调查的案子，你公安分局，你国分局之间是不能够去查与别人的事情的，这是一样的个道理，就跟你家庭的事情，你家可就查与别人家庭的事情吗？那么我举了个比喻，不一定查的。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找市局吗？嗯，找市局公安有可能，怎么可能？这个情况你可怎么不能找市局？嗯、你可以了解这个情况、嗯，对不对？这个情况是可以了解的，怎么不能了解？那依法依规，那张宜昌属于市局的吗？张宜昌就是几次都是指挥绑架我的张宜昌，我还不知道这个人。他也是拘捕秦佑明的，好像是我前几天才在网上看到，他就说。他是签署加案，你不管哪个是市局是分局的，你现在主要是了解赵设计的情况。对，我就是要了解这个呀。我跟你说，不是说准确答案，但是我可以回答出百分之七十。他觉得现在是安全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如果说出现什么问题，绝对会要报案的。分局要领导，他要查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你包括有一个人在耗子里面出了事，都是这样的。你应该懂这方面的事情嘛？你既然是搞维权的嘛，应该懂这个方面的事情嘛？那最奇怪的就是说，连家属都不告诉他们去。我告诉你，我还怕人把我灾害了呢。我到他们家所有人，包括秦耀敏的哥哥，我都录音录像了。我生怕他们以后说啊，徐行，我没有说，我家亲人是。他们举了个比喻噻，是我造谣的。如果说。不是我分局来办的事情，我分局不一定知道这个情况噻，对不对？这个案子不是我们来办噻，秦文明的事情不是我们来办噻，你懂了没有？懂这个意思没有？我解释清楚了没有？我们呢？对不对？我们也不能无中生有。能方便告诉我您的姓名吗？方便能告诉我您的姓名吗？告诉我你姓名无所谓，我就怕你学到网上炒作。啊，不会。我一个炒作。不会。不会。姓名无所谓。不会。对不对？我从来不会胡说八道，我很尊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我就觉得你说我，比如我掐你的喉咙的，我就觉得我在火车站里骂过你，但是没有掐过你的喉咙，你这是没有罪名的。你这是肆意，但是确实没有卡下去。但是你这样卡的，这样挥拳。的确没有，我这么大个的一个女同志。你没有恶意的，只是一种恐吓。当时张宜昌就在旁边，我说你下令啊，但是没有真正的去做，没有真正的去，是吧？你在那天在火车站里面，你没有真的，我不会胡说八道。好，徐静女士，那么这一段视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想呢，请你给我们的这个网友解释一下。这个视频这段视频里面，他强调了，就是说，赵树立，这邓刚强调了赵树立的这个案子绝对是牵扯到秦佑敏的案子的事情上，这个而且呢说，因为他跟我们这个案子跟我们不属于一个部门，我们是青山区公安局的，还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你是我们家的人，我怎么能跟邻居家的发生了什么事，我怎么能去掺和呢？就是说，然后还说了什么，这是一小段视频，因为时间关系，其实整个的这个里面他多次反复强调是跟秦佑明的案子，因为秦佑明的案子还没结束，还在调查中，他需要配合调查，这是市局管的案子。这次没有说是中央的案子，人在中央的手上，这次是说的在市局手上。那次去年这2016年跟他的家属说的是把我们分开之后，跟他家属说的是中央管的案子，人在哪我们不知道。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
再次强调他人是绝对安全的，不能跟家属通话，不能给那个，但是可以到市局里去找人，但是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刚出了这个会议室的门就被抓了，就被强迫驱逐，而且给压伤了，然后给弄伤了，然后呢就是说在2016年这个8月份我去武汉寻找赵书立业，带着这个他们的那个这个回复函邀请函，我去了之后在火车站就被7个国保包括邓刚也参与了，而且邓刚亲自卡着我的脖子向我脸上挥拳，但是没有真正的打，是说你徐琴你来一次我打你一次，你信不信不许来找赵书立，是吧？那么这个就是根本我们就无法去到达市局，就是到达市局我们一直市局这个武汉这个湖北省那个中央我们公安部我们都写了很多的信访材料，都是没有用的。那么根据你的理解，说去年你找赵书立他说是这个中央管的案子，今年你刚才提到跟那个国保打交道他说是市局管的案子，那么你的理解这个中央管的案子与这个市局管的案子它的两种这个说辞，就根据你的理解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意义吗？都不是真实的，因为秦佑敏可能是市局管的案子，也可能是中央管的案子，对不对？但是赵书立是绝对不可能是，就是说他是被非法绑架的，被强迫失踪的，那么他的人肯定要是活着肯定是在青山区公安局的手上，或者是叫维稳办或者叫应急办，因为这个终将有人出现在这个绑架的现场，就是信访办门口就有两个人，一个女的一个男的，应该是应急办的主任副主任，那个女的可能就是到武汉去报信的，也是上一次在穿了一个粉红色的，我有一个照片提供了，视频里面最后视频里面没看到那个女的，在那个那次2016年8月份在火车站被绑架我的那个女的也很凶的，那个女的就也出现了，这个女的肯定跟这个案件有绝对的关系。OK。那么你跟那个国宝就是邓刚打交道的这个视频呢，还有这个另外一小段，就是这个后面这一段好像争吵的比较激烈，我们呢先想请我们的导播把这段视频这个贴上来供网友看一看，然后呢你给大家解释一下。好，我们先请导播呢把这个第二段小视频贴上来给大家看一看。我跟你说，我们办案，我们有我们程序，对不对？比如说邻居之间，对不对？你办案，我不一定有知情权，对不对？还有就是，还有有什么点本来是我做检测的，没有必要。无论如何向上面报，小伙子，没事。让他跟家属取得联系，让他跟家属，我不要他让他动。我们有什么情况，我们会通知你家收的。绝对会通知你的，秦宇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我们会通知你的，好不好？行不行？他谁带的侯先生呢？把他们放了，你走，也没什么事。我先把你送到火车站，你别动啊，别动！赶紧走！你干什么？我东西在这呢。你洗的个快！走！站着讲个没东西，干嘛的？也是，收了，我天！快点，谈的挺好的吗？走，他怎么的？快走啊！我的包呢？往里头看，往里头看。
往后左，往后左转身子。快快快快！我打！我左左转身子，快！我着急。往外挪一下，挪一下。来，好吧。这里有一个病人要让。我去！放，把你东西全部放进来。拿着绳，拿着绳啊！一。都全部丢进来。那么徐静女士，这一段视频又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请你给我们的那个网友解释一下。这个应该是到最后了，最后嘛，他们就是说这个是找我们没有用，是吧？这个我们有办案程序，这个他前面我不是说前面一个视频里面谈到了是要我们可以到市局里面去，因为他说市局管的案子赵朱莉不在我们手上，但是他人可能活着好好的，这个可以向我透露。然后呢就是说他们这个我呢就说你们要向上面汇报，我们一定要让哪怕是打个电话跟家属通个电话，是吧？就是这样一个很简单的要求。但是呢我们出了门，出了会议室的门，那个最后的那个镜头是出了会议室的门我们就被非法绑架了。那个当时我就喊了，我说谁把谁带到了火车站呢？把他们都放了，放了没有什么事。所以说张永宁这个黄静怡他们有攻击我的这个是完全是不是现实，而且说是当场这十个人当中被抓的十个人当中多人举报到这个土建队，所以说他们采取这个暗杀手段要杀我恐吓我。那么还有就是说这个当时我呢这个镜头呢跟大家道个歉，镜头前置我没有调过来，所以说，但是呢，这个是最好的呢，就是拍到了后面最后抓我们的情形，拍到了后面的情境，就是这个情况，这是连贯的，也就是证实我们不可能到市里，不可能让我们自由的发生在里面。如果我不是一个心理二级心理咨询师工作者，我不可能那么冷静平静的和他们交流，我目的是把他们的话引出来，我不是来跟他们争辩，一争辩我们当时这个话就说不下去，那么证据就拿不到，我们就立即就被绑架赶走了，他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事。谢谢。那么根据你的理解刚才你提到这个赵淑丽女士她这个蹊跷的失踪我们也有网友说这个就是说人间蒸发。那么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我们知道这个很多709的这个家属他们呢也在这个抗争的过程当中呢遭受了各种各样的磨难，但是外界呢依然可以联系到他们。那么你认为赵淑丽女士她到底干了些什么？为什么莫名其妙的人间蒸发？也就是说外界包括他的家人你根本就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呢？赵淑丽，据我了解，赵淑丽是全国也是全世界自古以来因为丈夫家属的政治主张和政府不一致就被强迫失踪的无影无踪，就是人间蒸发的这个情况，这是首例。现在三年了，没有任何消息。他们这些东西说是人肯定活得好好的，在我们手上，这个是不可信的。即使说在你们手上，这也属于强迫失踪，你政府没有理由，不管是国际人权法案还是中国的法律。最后我会向大家陈述中国的法律以及国际人权法案是怎么说的。那么现在就是说这个赵淑丽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家庭妇女，她从来就没有工作过，没有参加过任何工作，只是标准的一个相夫教子的一个角色，完全是这是让人不可理解的。说是因为袭击秦永敏的案子，为了调查秦永敏的案子已经要开庭了，已经就29号准备开庭了，那么这个案子如果还调查还没有清楚，那么
就不可能开庭。第一，第二，调查涉案人员应该这个可以这个只能24小时询问，必须放人。他可以随时被这个接受新的调查。还有就是你像刘兴年是秦佑敏的第一证人，这个污点证人说他是控他是有罪，是吧？但是他却在全国各地到处都可以走，可以募捐，而且他顺利的出国了，而且他现在也在这个重新扬言要回国去为秦佑敏这作证，但是28号我们并没有看到他的身影，对不对？那是什么原因？我问国宝了，那他们没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是这样的，我的解释完毕。嗯，那么除了你之外，你刚才提到这个还有很多人士关注这个秦佑敏、赵树立，特别是这个赵树立这个莫名其妙的这个失踪案，我看到了有网友在这个网上打出了那个条幅啊，说这个中共搞的是这个恐怖主义，我不知道您对这个网友打的这个条幅怎么样判断？确实是恐怖主义，他们呢现在呢采取的是恐怖，这种恐怖是两方面的恐怖，一个就是说直接的打压，非法绑架、关押，甚至这个判刑、抓捕。还有一种恐吓，就是采取这个内部分化、收买，然后污名化，然后就是说，甚至用黑社会化手段给予恐吓，比如说要暗杀我，而且还这个污名化的，就是说我是国宝的人，还指名道姓，我是中央这个北京高层国宝。和这个江西的国宝、于都的国宝都出面为我站台，为我要暗杀他们，所以说他们才要暗杀我，要我血债血偿，说我出卖了10个网友，说我吃秦佑敏的人血馒头，说我篡改秦佑敏的文章，说我篡改这个律师的文章等等。一系列大肆的这个进行污名化，这是不是我一个人这样会遭遇这些？整个的现在国内的所有抗争在一线、二线、三线的一线、二线的这个人权捍卫者都遭受强力的污名化、恐吓、抹黑、这个打压，这是另外一种恐怖。就是说，他当时跟我说的啊，就是徐有平就是在火车站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他说徐晴，你赶紧走，你必须走，你要勇敢的站起来，你的赶紧离开武汉，你知道吗？有很多人要杀你，你要为中国的人权活下去。我们不管他这是说了真话，正话还是反话，但是没有几天，确实是很多人要杀我，要杀我的人是中国人权观察监视长张永宁指使的，黄静怡指使的，叫刘爱民，这些都是有证据的。虽然张永宁没有直接的指使，他是提供了我的所谓的很多的犯罪证据，我要控告他，但是这个控告肯定是很艰难的。但我跟国宝说的很简单，如果他们没有罪，就是我有罪，我指使国宝先恐吓他们的，对不对？那么你们就要把我和国宝一起，他们说控告的北京国宝的犯罪证据、徐晴的犯罪证据，去以这个来抓我，要么就抓他们，要么就把徐州的张坤放了，他是骂在网上骂警察的，因为警察曾经酷刑了他，他骂了警察，他被抓了。那么还有山东的王江峰，他是转发习近平为细胞子的，是吧？他被抓了，他只是说是诽谤，是吧？还有就是
被就是广州的广东的什么叫沾花惹草的那个张红张什么呢，把这个三个人给我放了。因为他说你不能攀比，前天国宝跟我请我吃饭谈的，他说你不能攀比，我说这不叫攀比，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人权是平等的，我的人权和习近平的人权是一样的。我这个张永林、黄静怡、刘爱民他们的人权跟张坤跟这个王江峰和广州的这个叫什么沾花惹草，他的真名我不太记得，因为我对这个人不熟，没有关注他的具体的案件，是一样的。这个官司一定会打到底，谁最后是真正的罪犯，我说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你们在阻挠的话，那么就证明这个事就是你们国宝在后面操纵的。你们不给我个说法，我会给你们个说法，但是我不会杀人，我不主张暴力，是吧？我会向全世界公布事实真相。那是不是可以证明那个中共在有计划的这个策反一些这个人权人士和维权人士和那个人权观察人士呢？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对，但是我们不恐惧，我早就说过了，不管你们用什么样手段，软硬兼施，我都不恐惧。我们的玫瑰网站被彻底的捣毁，两年多的正式的人权报告被删了干干净净，群用的文章部分也被删了，我的视频很多也是在别的网站上也被隐匿了删了。我真的不明白，如果不是中共，他们都是哎呀你们不能闹，你们是内部的矛盾。前天国宝说你们打嘴仗，你们的内部的矛盾。那么秦永明有罪，张永林就有罪，徐勤如果没有罪，就他们就有罪，他们没有罪就徐勤有罪，就这么简单。那么你刚才提到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说可能有支持你的，也有反对你的。那么作为这个中国人权观察员，你认为就是说反对你的，你讨厌的那些一些人，他们的人权你觉得是不是也入了你的法眼，他们的人权在你看来也应当得到这个法律的保护呢？对，应该得到法律。任何人的这个人权，人权无大小，人权无国界，人权没有这个应该是去政治化的，它是这个没有这个贵贱之分。有一位网友在网上发的，说他认识我，因为他那个我所住的那个看守所的监所的房间是1212号，他也住过那个，后来他也跟那个里面这个出来的人联系上了，出来的人告诉他。有个叫徐勤，他让我们认识了你们，就是说，你们真的了不起，你们做人权的，因为我尊重他们，那些都是有的，确实也有部分确实是，卖淫的，这个，带有枪支的，这个贩毒的，还有那个什么这个小偷，但是我跟他们说。在刑法之外，我们的人权是平等的。我在里面，我不要求，这个，特殊化。我和他们一起干活。后来他们看到我身上吊着那个，导料袋，他们主动的抢着给我做。但是我后来就抢着跟他们值班，晚上值班，我要求是下半夜，是最辛苦的值班。我在出来之前，管教跟我说：“徐勤，我们没有这个胆气。你出去之后，希望你还要坚持你的理念。你们成功了，是我们大家的福。”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受到了一些这个威胁、一些恐吓，我想问一下，这个特别是要暗杀你的这个威胁，有没有官方的威胁呢？有啊。官方的威胁只是，那个就是说要他们，指示他们要教训我，然后就是邓刚，
第三次在武汉，也就是我拿着同样的这个邀请函，也是他们去公安局发的邀请函，然后去武汉准备跟田思雨会合，一起去谈这个赵树立失踪案的事，在火车站被绑架了，那邓刚卡着我的脖子，然后挥拳恐吓，真的，他真的确实是个，应该说他有心底的良心，他的良知底层埋在心底的良知是有的，他没有真正的一点点都没有真正的打我，这是恐吓，但是恐吓为什么？他只是为了这个政权服务。他只是接受政权的服务，说你来武汉一次我就打你一次，你信不信？但是他一次都没有真正的动手过，这次抓我，然后他帮我去买腰带，然后推着我轮椅送我上火车，真的汗雨淋淋，身上全部都汗湿了。我相信他真的把枪口抬高一寸，他真正的是有良知的人，但是我对不起，我还得把你立为这个涉案人员，包括徐幼平也恐吓我说会有很多人杀你，要杀你，那就是他们的布置。你看这些人，明摆的是不是？张永林杜撰了很多的我的所谓的犯罪证据，然后要什么什么什么国宝什么。我不是国宝，说我跟国宝有关系，那是黄静怡说的，是吧？不管你们哪个说的，黄静怡他们、刘爱民都是说的，都是虚的，都是说有民运大佬去指使的。但是我在一个铁窗议事群里面看到了张永林督促我的全部事实。张永林的现在的真实身份是中国人权观四国联军的中国人权观察的监视长，是唯一一个在中国大陆高举中国人权观察大旗的威武雄壮的女英雄。她坐过牢，所以说我这么做，我只是我认为人权是平等的。不因为你坐过谁的牢，坐过共产党的牢，还坐过共民党的牢，你就可以肆无忌惮的诽谤、造谣、诬陷，甚至派暗杀手来恐吓我，你没有这个权利。这就是我要说的。很多人把我给拉黑了，但是他的人权我在做，别人不做我在做，他被抓了。我在为他呼吁，我在为他找律师，我在为他这个找家属签署家属的委托书，这些都是我做的，我不在乎别人怎么样去对待我。这一切中国人权观察很多的成员和玫瑰团队的成员都知道我的人品和人格，我是并不伟大，我是为人权而捍卫。 OK，那么赵树立的这个家人，他们是怎么样到有关部门，寻找这个赵树立失踪，或者有像有网友讲的这个被失踪这个案件的？他对你有没有什么这个委托？就是这些家人，他感觉到自己可能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并不一定呢像您这么执着，有没有什么这个委托？给我们解释一下。家属很执着，但是家属呢比较。所以那种比较内向的人，他一家子都是赵树立的一家都是基督徒，他们很善良，很真实，他们只要提到赵树立就会泪眼婆娑，他们都给我出了委托书，他的两三个姐姐，他的儿子，他的老父亲都给我出了委托书。他们非常信任我，在他们大肆的侮辱我，说我吃赵树立的人血馒头的时候，他的姐姐们站出来了，说话了。那么2015年，这个他的家人去进行这个信访的时候，这个有一个那个小的视频，这个视频呢，
啊，我想请我们的那个导播呢贴一下，贴完之后呢，你给大家解释解释，这个视频说明了什么？好，下面我们请我们的导播把这个视频呢啊先贴上来，给我们的网友看一看。然后2016年，我们这个两次，好几次的。也来过这儿，跟那新房那里头来好几次的。啊。是那个去年是那个上水他那个，姓李，姓啥？他接待，一直都没有回事。这个是这样的。啊。我们信访这里，我们给你登记，会把你的情况转交给派出所，你事情还是在派出所的。就是找这个人，不是啊，我们这么远都互相推，我们那一次都是没有互相推，这是三年了，是这个程序，三年了，我跟你讲，2016年我也去登，我今天家属说，啊，我今天来见识你，明天又换人了，就是这样，这过程重复了无数次。不，这个是程序是这样，因为这个部门是。信访你要给我一个回复。我对家属，我对家属。我是他的公民代理，你们不要呼吁家属，就是信访，信访有信访条例，我们来信访了，你要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复。我会把你的情况我转交给派出所，因为您说。好，下面我们请徐静女士来解释一下这个视频是怎么回事。啊，这是2015年这个。2016年他那个赵淑丽的姐姐，我也是和他们的这个姐两个姐姐去武汉去寻找赵淑丽的。当时是2016年6月25号启动了这个寻找赵淑丽这个最终案的这个落地的活动，开始是网络的，是由一个叫李向阳老师，他发起的，他写的那个追踪赵淑丽这个失踪案，然后联署签名，总共300多个人，他的所有的家属，包括秦优敏在大陆的家属，都签了名，还有很多海外人士，之后我们就进发到这个有很多这个人马进发到这个武汉市，秦永敏的这个赵淑丽的律师这个秦承寿，是广西的，公民谢丹，还有就是说我。都分几路以及他的家属去进发武汉，然后呢我们去由去那个这个立案不给我们立案，那么我们也去他的家里面，秦永敏的家里面采访了他的三哥和三嫂，然后呢也报警了，110报警，所以一系列的司法程序我们都做了，然后就到这个市维稳办找到了这个，正好撞到了这个姓尤的这个官员，这个姓尤的官员他是2015年赵淑丽的姐姐们，就是2015年4月16日去跟这个马连顺律师一起去的，后来马连顺律师回去了之后，他们就三个姐姐去找他们的，找这个姓尤的警官，这个官员说是人在他们手上，不可以见面，但是你可以写封信，我给你转，第二天你们来拿回信，但是第二天来拿回信的时候就拒绝了。这个我这是2016年的一个视频，看到了之后我就打开手机视频在录像，然后这个姓尤的看到我在录像，他紧张了，立即就要他们抢我的手机，抢我手机之后，就把我跟家属给分开了，很多人围着我，很多的这个警察围着我要把我行拘留，然后就跟他家属说，骗他们家属说能好好的，你们不要跟徐晴在一起，他是非法组织，
的人，是这样的。那一次那个叫什么秦承寿律师在检察院也受到了恐吓，那个被恐吓的那个也是一个被他恐吓的那个人也是恐吓我的人，最后第二次我是被那个人给抓了，跟警察国宝一起联合起来把我抓了，要抓秦承寿，要拘留他，对，这是我们遭受的种种的这个阻挠恐吓。那我们知道这个你我们给你约你这个访谈，让你谈这个赵树立蹊跷的这个失踪案，你刚才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原因，选择今天就是因为呢是赵树立女士，到今天为止是这个已经蹊跷的失踪了这个三年了。那么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那么在给你约的这个时候呢，你给我们提到说你手头上有一些这个证据啊，各种各样的证据，说有的证据呢这个可以出示，有的证据不能出示。我想问一下这个什么样的证据可以出示，什么样的证据不能出示，为什么呢？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不涉及到别人的安全的证据是可以出示的。这也是张永林诽谤勾结我的他的这个一种策略，就是说国宝也是这种策略，就是知道我徐晴是一个坚守这个道义的人，就是说不该涉及到别人的安全，是无论如何张永林说的吗，说我在群里面说打死我也不会说，你看看，就是说我是说秦永明是个光明的人，怎么可能有秘密呢？你徐晴，你就是说我是共匪了，就是共产党的人，虽然退党了，但是他的这个骨子里的撒谎的这个本性并没有改，然后就是说，比如说有一次那个不说了，就是很多的证据不是。虚假的没有，而是真的不能提供，因为现在还在恐怖之中，不是那些证据完全可以证明是他们的非法，但我为什么会提供给您，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信得过的朋友备案，就是怕我被真的暗杀了，撞死了，宝石死了，朵萌萌死了，酗酒死了，睡觉睡死了，之后很多东西就迷失了，所以说这就是不能提供的原因，不能展示的原因。你刚才讲的就是主要是不能展示有两个层面，一个呢就是为了这个保护其他的一些这个人士使其呢那个免于受害，对不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真的那个立刻展示出来了，你有可能这个遭到这个死亡威胁。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这个面对你今天啊，你既然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你既然豁出来了，一定要这个曝光这个赵树立的这个失踪案，那我想你有没有做好这个什么样的这个心理准备？有这个心理准备，就是说今天你看了我今天穿了一件新的棉袄，刚刚买的，我本来准备。因为怕花买的早了的会凋谢，没有那种鲜亮的感觉。我是一个女人，我也会流泪。但是我不会恐惧，我不会恐惧任何的，就是恐吓、污名化。很多人认为你有的东西你不能说，要有没有政治素养。我不知道什么叫政治素养。我坚信的是。我是做人权的，人权是应该是去政治化的。再一就是说，你像共产党，他以前那些承诺都是对的，秦永明，所有的主张都是共产党的主张，共产党发家时的主张，这挣钱的主张，他的主张没有错，但是改了。为什么我会？你要说我，他们认为我这是。
这是内有的东西是内部矛盾。中共现在他就用你们故意说你们内部矛盾，他收买了一些人，然后在里面搅浑水，然后你没有办法说，你没有办法为自己维权，你只能躲躲比躲明枪明弹还恐惧。这就是我们现在出现了这种状态。我不恐惧，我一定要介入，不管用什么方法，我一定要介入。他们已经不存在是名利了，我把名利看得很淡，我已经退出中国人权观察，对不对？我四月份，2017年四月份，声明我退出中国人权观察秘书长职务。2017年9月1日，我宣布退出中国人权观察。中国人权观察也是，在38号文告，在他们的38号文告，他们是9月2日宣布的，是在。他们的这个篡改的理念就是说，中国人权观察是要在适当的在开明的时候去注册成功了才能去做人权观察。我们现在只做注册，这完全是违背中国人权观察的宗旨使命和任务的，所以说我才退出，因为我要做事，因为正因为我做事，所以说现在他们的口号就是说，你必须退出命运，彻底的退出命运，退出江湖。这个我会在下一期把所有的证据提供，而且我现在110也报警了，但是他们都没有动，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去做。中共到底是指挥在我，还是我在指挥的中共？是在中共在打压我，还是？我在打压中共，我不打压中共，我也更不可能去打压中国人权观察。我做人权的，我只有一个理念：人权去政治化，人权没有贵贱之分，没有党派之分。那么好，你现在的身份是这个独立人权观察员。就是实际上，不在那个中国人权观察那个团队里面了，你刚才提到呢？其实你们的理解是错的。哦。有为什么中国人权观察不是那几个人？张家瑞、刘新年，在美国的副理事长张家瑞，在泰国的秘书长刘新年，在河南的对外发言人马永涛，在中国的这个监事长张永林，就是他们这三个人就能改变中国人权观察的宗旨使命和任务吗？不可能。是中共有的是钱，有的是人力搅浑水，但是我是退出这样的一个四国联军的中国人权观察，因为他们这是事实。我提供了一个证据，就是截图，就是中国人权观察发在现在的四国联军发的38号文告，大家可以看他们是怎么去界定他们的任务和使命的。那么根据你的这个观察，我们还是回到这个赵树立这个蹊跷的这个失踪啊这个案件上来。就是你觉得这个赵树立蹊跷的这个失踪啊，这种情形，以后它的这个发展路线是什么？就是它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这样的一个提问？至少这个中国的当权者或者是当地政府，应当给公民、跟社会、跟世界有一个交代。那么最终怎么来给出这么一个交代呢？这个公示真相。这个真相已经公示了，就是说人确实在他们手上，他们是一个政治迫害，把一个普通的公民进行了强迫失踪，这是违反这个世界人权法案，这个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的国际公约的，是吧？也是违背
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自身的一些这个人权条例。所以说我肯定是会这个继续的呼吁世界人权组织介入给予调查正式和这个谴责。他被强迫失踪，世界人权组织可以成立特别调查组介入的这个因为我们国家是世界人权理事会理事国，是合约国，所以说希望中国人权观察，希望世界这个联合国的人权被强迫失踪的人权组织去介入到中国大陆进行实地调查，并且把他们这个抓捕到这个立案这个有个反人类这个审判法庭，国际审判法庭。第一，第二呢，我号召全国人民放下你们的私怨，你们怎么恨我徐晴，你们怎么样去侮辱我，但是你们不要忽视你们也是中国人。今天你们很强大，以为你们做了官，以为你们想获得了名声，中共许诺了你们什么，但是你们要知道历史是真实的，历史是不容易篡改的，希望你们放下你们的私仇，如果是私仇的话应该不是私仇，因为不存在这个私仇，请你们一起去谴责赵树立，强迫失踪赵树立的那些罪犯。徐晴以死宣誓，赵树立案不公布，不把赵树立交出来，不管生死，必须交还给社会，交还给家属。如这个强迫失踪赵树立的所有的罪犯，必须得到审判。虽然你们对我枪口抬高了一寸，我也会实事求是的为你们将来在法庭上刑法之外你们的人权如果受到了迫害被酷刑了，我也会 为你们奋不顾身的去呼吁。这就是我对武汉国宝说的话，这就是我对张永林之流说的话。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呼吁这个国际人权组织关注这个赵树立失踪案，据你了解，这个国际人权组织有没有把这个赵树立失踪案纳入到这个关注的这个范围呢？已经据我了解已经纳入了，以这个是我看律师的一个对外的一个发言，说是在这个第五次这个挺签会议，也就是28号，12月28号开的挺签会议上，跟这个法官强调的，就是说你们一定要让赵树立这个出庭，这个赵树立的案子已经受到了这个世界人权被强迫羁押组织的这个关注，你们。不是我们单单我们律师要不要炒作能不能炒作的问题，而是你们怎么去，如果他们去要这些材料你们能说不给吗？就这么样去跟律师说，跟在挺签会议上强调的。那么最后呢，我还想这个借这个机会让你谈一谈对这个中共的当权集团制造各种各样的这个人权灾难想请您呢这个讲上几句话然后呢做一个这个简短的结束语主要是考虑到我们的时间关系，因为要访谈你的内容实在是这个太多了，我呢只好这个虽然不忍心也只好暂时这样做一个
简单的啊这么一个这个邀约请。这个国宝曾经跟我说过，他说你做人权，做维权我们不反对，你为什么一定要你关注的为什么都是跟政府作对的人？我说错，中国人权观察我所做的工作，侧重点是政府欺压百姓，政府这个强这个公权强占私权，强权强占这个弱权的这个重点是我的工作重点，我不可能面面俱到。那些私人之间的人权侵害打官司，他到法院，我没有任何政治立场，我并不把中共看着是唯一应该介入的，因为你中共这是一个开明的这个叫民主主张民主国家的，你说你还有八大党，对不对？你不是独裁，那么所以说我干嘛就非要针对你中共呢？我反对的是一党专制，不是独独反对你中共。但是你现在其实是说反对什么叫周强说的大法官说这个要向司法独立这个亮剑，而且一直在强调，习近平也一直在强调，司法也好，这个媒体也好，要信党是吧？要党领导一切，那么你们要把所有的罪过都加在拉在自己的身上，那也不错。那我肯定是不会放弃。我最后的陈述就是说，徐勤只是一名小小的人权13亿中的一朵玫瑰花，我只做中国独立的人权观察员。14亿人民，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站出来去监督政府，监督强权。政府之外还包括强权，比如说现在的四国联军的中国人权观察，他们在侵犯人权，我照样会给予介入，会给予，因为中国人权观察它不是一个就是说能够实行这权利的东西，它只是一个观察，不是光看，还要介入观察，就像X 光机秦永敏说的，就是像个 X 光机，你必须曝光，你不是看到眼里面我就看先景，像在家看电视一样，我都爆出来，我都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发出我们的呼声和谴责。我会永远坚持，我不怕污名化，如果我怕污名化的话，就没办法做下去，或者是恐怖。恐吓和污名化我都不恐惧，以及真实的打、抓捕、关黑监狱，甚至强迫失踪，我等待的这一天的到来，我做好了一切准备。好，非常感谢这个徐勤女士啊，接受我们这么长时间的这个访谈。我想呢，您对于这个中国人权观察是一个层面比较广的，以后呢，我们再抽机会听您讲那个更多的。你所观察到的这个中国人权的状况，以及呢，你对这个人权的一些这个理解。那么，我们呢，先暂时啊，给我们的这个民进火拍的网友告一个别。我们以后呢，再这个请您给我们讲述你做人权观察的故事。好，谢谢。谢谢广大网友，谢谢这个主持人。好，各位民进火拍的网友，我们这一期呢，对这个徐勤女士谈的这个赵树立女士蹊跷失踪的这个案件今天呢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民进火拍，再见，再见，谢谢。